我们的动物能够美食的梦小姐呢，就是说我来就是来说跟你的人拿个吃饭，然后又带来了很多的你们很多的做的做到的做的那现在我们今天一起来庆祝，就是我们发现有感恩的心，我们感恩天主的爱，就是他的爱的语言来稳定那我们的心，因着这样的爱。大家平安，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了。大家平安，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庆祝三十复活纪念中心的三十周年，也是来庆祝我们大家的合作。在非洲有一个成语说一直走无能十年，我相信我们也每一个人体验复活节的中心是从马利诺外的神父开始，但是这个历史上是因为有你的参与，有我们的合作，我们才走三十多年。合作的故事，合作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来回头看，我们一直走来，也是感谢我们大家的参与。